四十，那三个，要打三个，坑里面一个，他俩，两个连拉了，两个拉了。咱别第一时间抢 A 大呗，这第一时间抢不抢多宝贵的。你第一个不要抢，咱可以第一时间缓清他。为了反清他，来走走走，反清他把 A 大占领了，再上道。再走再走再走。咋了？我没血了。把瓦区，把瓦区，我一血。别急别急，控一下控一下，兄弟。再控一下，有时间。漂亮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别急，六七十血，没事没事，别急，你别放枪别放枪，控住，我看他一大拉不拉，别漏伤啊，咱走屁股吧。Smoking grenade. 走走走，走走走走，我先走吧，走第一个，我没血。我去 B 了，我直接去 B 了。你别死啊！中门，中门区，中门，区区区，中门区，中门区，就在中门，中门杀地，中门小刀上来了，漂亮漂亮漂亮，稳住稳住。Flash bomb！ 他 A 大人比我人好七八多。我第一，我可以抢这个身位，可以抢，很粘钩啊！来，我直接往左手拉了，我直接往左手拉。你们第三个自己注意点。Flash bomb in the hole！ 水区，跑了估计。前区，前区。可以回来直接暴毙啊！对，可以回来，可以回来，可以回来。所以前区，可以回来，可以回来，可以直接暴毙。手雷警报。咱俩可以都回来呗，这不是暴毙吗？这回来直接跟好，咱一波直接所有人就暴毙了。等会儿进了之后把毙分烟封好。来来来来来，就爆他毙吧。有不行别弄。等人等人。来跟好跟好跟好，别漏跟好。来走走走，来我要拉了我要拉了。点闪光，要不要点闪光？狗洞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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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门一个，掉了，地门掉了，三打三，三打三，下包了，我下包了，下的安全包，地门外一个包，地门掉了，地门掉了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狗洞打你，帮我看窗口，闭门，窗户，窗户，闭门要进，两个，你们进来我能打俩，我开枪了，你再拉。别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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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十一血别漏，十一血别漏，有人头优势。Nice。太鸡巴梗了，我操！还有他妈把他狙吸了，我操！不吸的话过不去了。我这站，我哎，我发现好多人都喜欢站那个死点箱子，然后瞄那个窗口，那有啥用啊？还不如站到树箱加闭门呢。哪里啊？哪里啊？他就喜欢站到包点的那个死点那个箱子。哦。不是他不是在他单独的那个箱子告诉吗？你说是啊，他我拉的第一个，我说包点，咱打成三打三，你旁边那个队友，那个点我也他喜欢站到那儿，那个点我也特别喜欢去那个窗口那里。不是你在狗洞，你在狗洞，狗洞的保卫者，那不是就是想跟包点的拼枪？我操，都喜欢站那儿，然后加那个。没事没事，赢了就行。我他妈也特别喜欢打那个点，那个点太容易打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在那闪头，特别容易打到他头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窗口，我回防，我必要去窗口。我去窗口，我就专门打那个点。我操，这看了这外服的这 AK 啊，这他妈这国服 AK 真不是人玩的。没招啊！这国服 AK 真不是人玩的。
我也不知道是为啥，是什么屌东西，他妈的，那个弹道都不对劲了，不对劲太久了。他们这 AK 看着贼得劲儿，小吗点兄弟，点点点，认错人了吧？画面没那么抖，现在这画面认错人了吧？跟地震似的，我操！太抖了，真的太抖了，我瞅你咋地？